大家好，我是美薇，今天我就来带你看60白二的田字型厂房。 你现在看到的呢，就是我们的田字型厂房，就像你平时在 Facebook online 看到的广告是一模一样的。重点是我们每一间厂房都有自己的卡帕，像这间角头间单位 land size 18000 sq.ft 都可以停放超过20个卡帕哦。这里的道路有80 feet 这么宽哦。所以说一些大型的交通工具，像是一些 lorry 啊、van 车啊，要过来这里都可以说是通畅无阻的。走，现在就带你进去里面看看。 在进来这个厂房呢，你会来到一个零售空间。眼前你可以看到的是，我们都采用全玻璃的橱窗设计，还有自然的采光，那你非常适合在这边展示你的商品。除此之外，如果你是从事服务行业的话，也可以在这里设立你的 reception counter， 接待你的顾客。现在呢，我们已经来到厂房的后方了。你可以看到，在这里不用开灯都非常的明亮，那是因为我们采用了挑高的设计天花板。这里的天花板呢，足足有8米那么高哦。 但这个地方呢，除了看起来没有压迫感之外，这里的挑高设计也可以非常适合做一个 racking system 来扩大你的储存空间。除此之外呢，这里也非常适合做一个条形的生产线，同时你也可以省下门市还有仓库的租金哦。厂房旁边呢，其实还有一个 4.3 米高的一个 loading bay， 可以更方便你在这里装卸货物。那其实呢，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2楼哦，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觉得这里非常的漂亮？那其实这个地方你应该会很好奇，可以做些什么活动？其实这里呢，非常适合做一些像直播啊、 meeting room 啊等等，而且你还可以 enjoy 这么美的 view 哦。那楼上呢，其实还有更大的办公空间，你也可以在这里设立你的办公室。除此之外，你也可以同时兼顾得到楼下的运作哦，你是不是觉得也很不错呢？ 那看我们的影片呢？你是不是也想把你的生意带到 Eco Business Part 1呢？赶紧联络我们的销售人员吧。Eco World, creating tomorrow and beyond.